2020年是充满转变的一年，一个疫情让我们改变生活习惯，一些担忧让我们忘记心中的平安。虽然我们看似失去很多，但是我们得到和至亲更多的相处时间，我们看见互爱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相信环境所造成心里面的创伤，只有爱才能够真正医治。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办以爱医治创伤 YouTube 筹款意象分享，白金赞助 Park George Insurance 百乐乔治保险公司 Elite Wealth Management Inc 精英理财 Angela Fock 霍莹 Joanne Yu 余慧芬，钻石赞助 Monic Financial Limited 诺益金融 Jacqueline Wu Stanley Ho， 金赞助 Remax West Coast Pesci 区许宣少仪，银赞助 Greater Vancouver Chinese Parkinson Society 大温华人柏金信会，铜赞助 Remax City Realty John Lam 林文光，印刷赞助 Horseshoe Press Inc 紫美彩色印刷，以爱医治创伤 YouTube 筹款意象分享现在正式开始。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欢迎大家选择收睇以爱医治创伤筹款意象分享。我强调选择两个字咧，系因为啊，网络充满住不同嘅资讯嘅环境底下，大家仍然选择咧睇我哋呢一条嘅影片。我仅代表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咧，衷心咁样去感谢你哋每一位噶。嗱，大家好，我系呢个活动嘅主持，亦都系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及项目主任 Deacon。刚刚就以愿你国度降临这首诗歌作为一个开始，代表着我们的事工同样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爱去带领我们的。2020年对全世界很多人来讲都很不容易的，民更的工作也都一样。虽然我们在疫情底下需要取消很多不同的出行的事工计划，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温哥华不停地工作的。四月头的时候，在温哥华也都派发了1200个的口罩给本地有需要的群体的，包括有原住民、难民和低收入的家庭的。这些的群体也都是我们越来越重视的事工之一来的。稍后我们的事工拓展经理 Esther Leung 也都会介绍这些工作的。至于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呢，也会在这个小时的影片里面逐一介绍的。如果大家在首播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对我们的事工有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在 YouTube 首播的聊天功能那里发问的，我们的同工会尽量解答的。至于捐款方法方面有两个的，如果你希望传统少少用电话捐款的话，在首播期间也可以打电话去我们的办公室 604-435-5486 捐款的。至于无论你是不是在看首播的话，都可以去到这个影片说明 descriptions 的连结那里去我们的文更网页捐款的。好了，事不宜迟，讲到这里是时候进入我们不同的影片环节了。
1993年我哋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嗰时候其实来自一种好深嘅情，又叫中国有百几年嘅苦难，又经过文革之后，精神嘅价值、人嘅仁爱都被破坏咗。所以当我哋办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咧，我哋海外华人唔系净系海外批评中国，不如我哋翻去同佢一齐走上呢个好艰难嘅发展嘅道路。而其中我哋就决定出一份嘅刊物，就系、是、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咧，嗰、那个意思就系话我哋住喺海外，我哋嘅国籍上咧已经唔系中国人啊，但系咧我哋嗰个文化上都系属于中国嘅。通过呢份嘅刊物，我哋将好多唔同嘅知识分子嘅观点去集合，将仁爱嘅价值带翻去中国，将爱嘅价值重新藉着中国传统嘅文化价值喺哲学、喺宗教或者系喺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对话当中咧，以及咧系西方嘅一啲新嘅思想，以及咧喺宗教上嘅一啲崇高嘅牺牲嘅爱嘅精神，通过呢个刊物嚟到表达。呢二十年我哋喺中国嘅学术界带嚟非常大嘅反响，好多学者系写信嚟话喺呢份刊物所讲嘅价值观嗰度得到一啲嘅鼓励。文化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窗口，是中西学术思想交汇的一个通道。我本人感到这确是一本珍贵的学术刊物，尤其为梁彦成爱国思想所感动，特别是创办文化中国的工作，坚持理想真是难能可贵，道出了12亿中国同胞共同心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将一种美善的、崇高的、涉及宇宙的、美好的、仁爱的价值呢带回去中国，让它发展出来。我们跟中国共同走了20年，这20年我们仍然抱着共同的理想，让中国的发展成功不只是经济，而且还是在精神上、在灵性上有一个更新。26年来，文化中国已经出版到103期，101期起亦都改版以全新面目示人。如果大家希望订阅文化中国印刷版，支持呢一份咁有意义嘅刊物，可以到我哋嘅网页 crrs.org 订阅。其实20几年前，我觉得有个天上嘅呼召，叫我嚟中国咧，我将呢个爱行出嚟，就会使到更多人睇到。人生不是为了现实的利益，人生是有更崇高的追求的，这个也是文化更新最高的一个理想。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源于院长梁彦成博士的一个梦，一个希望中国更好，成为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分裂的国土。文更的中国教育工程就是实践这个梦想的其中一步，让贫困学生有机会读书，让他们有机会脱贫，让他们融入社会得到平等待遇，是我们都希望见到的。而文更一班叔叔阿姨不单止出钱，还出力，每年都亲自去到广西探望一班受资助的学生，让他们不单止有书读，更加感受到爱的真谛。俾到我哋有咁嘅能力去加拿大，即係你話300蚊一個學生一年，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零錢嚟嘅，而可以能夠改變佢哋嘅生命。生命看似好脆弱，同時亦都可以好頑強。好多時候，當生命軟弱無力，但係得到一點幫助嘅時候，改變可以好大。所以文更在2003年开始在广西13个贫困县提供经济援助给农村赤贫家庭的学龄儿童，俾他们获得基本教育，就是希望成为那一点的帮助，改变他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的帮助可以成为他们的动力，但仍然绝对不容易。就好像读环江高中的韦光景，家里面养蚕为生，收入非常低微，
父母都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他们还要照顾韦光景读小学的弟弟同埋患紧冠心病、多次入院动手术嘅妈妈，所以父母都希望韦光景可以读好书，将来唔需要好似自己咁辛苦。如果你不努力读书，那是跟我们一样的，是这样。如果你努力三年哦，现在高中三年，努力了，可以改变你一生。是对。爸爸嘅说话好有道理，但系同时可能无形中成为韦光景嘅压力。所以他所面对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没事，因为我这次考试考得很棒，很不理想。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工作特别的辛苦。韦光景为了成绩不好而这么伤心，并不是因为他对成绩高低的执着，而是父母都很支持他读书，他觉得读书是应该的，让父母不担心是应份的。学业上韦光景虽然仍然在努力当中，但是他也都有很远大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学好英文传播中国文化，用英文来说，是不是？因为只要走遍世界看你肯定要学。孝道是中国文化之一，相信韦光景将来学有所成，绝对有资格将这种中国文化传扬开去。中国设有九年免费教育，但是很多农村没有设立学校，孩子要离家去到其他地区读书，住在环境很差的学校宿舍，很多家长没办法负担学校的食宿费用，所以很多儿童只能够留在家中帮忙，没机会翻学。所以民间的学童助学金能够将希望带给孩子，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让他们有为梦想而努力的机会。助学基金资助的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和职业中学，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请你找寻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我感受最深刻的其中一间学校就是在家我们去的田东的职业高中，很多学生本身他们跟其他高中分别就是那些学生是出来做了事情，然后或者他读不到书再回去读书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自尊心很低，那些学生很多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家人很好，即对其他人都很好，只不过他们不懂表达，甚至他们不敢是望着我们讲话，咁變咗我哋覺得嗰個情況就，如果我哋呢啲人都幫唔到我咧，其實佢哋根本連轉咩機會冇埋。明天會更好，相信係每一位文更生心裡面嘅願望。文更團隊呢次特別探訪咗其中一位讀田東職業技術學校嘅同學袁穗嘅屋企。佢屋企好破舊，爸爸出外打工，媽媽啱啱重病入咗醫院，差啲去世。講起嚟嘅時候，佢都喊到唔停。因为妈妈不能够工作，她姐姐袁英决定退学打工，照顾妈妈和弟弟的生活。但是文更团队和政协官员都劝她继续读多一年，因为毕业之后前途比较好一点。所以文更也都决定同时资助袁英，希望她和弟弟能够有更好的将来。广西协力扶助基金会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过去四年一直合作，我们的金钱得以落实，帮助到贫困学生，他们亲力亲为的协助和努力绝对功不可没。将近1000万的这个贫困人口，说是明年要脱贫，但是有的他脱贫的任务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3500块钱一个人一年才叫做脱贫，有很多学生呢现在还没达到，家庭还没达到这个，有的学生父亲生病或者母亲生病，有的在大山里面没有土地收入，所以很贫困，你们来到呢帮助了他们，能够解决学生的这个生活费，给他们增加一些营养，这也是对学生很大很大的帮助。万朗女士一直抱住服务社会的热心，因为她在广西亲眼看住当地贫困学生的难处。虽然文更团队每年大约2个星期的探访实在不多，但是每一次接触学生所带来的感动，足以成为我们同样不遗余力去帮助贫困学生的动力。
去咧，即係小學生嘅歡迎咧，佢哋雖然用盡佢哋最大嘅聲音咧，但係係仲係好細路哥嘅聲音。我覺得係佢哋用佢哋最好嘅俾我哋去表達佢哋對民間嘅謝意。嗰啲細蚊仔咁活潑可愛，小學嗰啲細蚊仔啊咁懂事又咁細細個已經要自己照顧自己，唱歌咧唱得好好聽，我感動到喊。所以我覺得民間一個大家庭咧，我哋所有嘅叔叔阿姨咧，即係好似兄弟姊妹，而啲學生咧就好似我哋啲孩子一樣。你一天是民間的學生，終身是民間的孩子。唔使一定要話幫助幾多個學生，總之你話幫助一個學生，咁都係出咗一分力啦。幫一個人改造咗佢嘅生命，幫助佢屋企，過得更加開心，更加幸福。沒有了愛，沒法去愛，像稻田花。探訪很多的小老哥，其實仍然孩子都是很可愛的，而啲青少年呢也是很美好的，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向前那個的希望。那我相信文化更新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將一種的希望呢是給到這些的年輕人，而我們將你希望給他們最關鍵呢就是我們愛他先，有人去愛他，有人去重視他呢是很重要的。所以當一些大過了的民間的學生現在出來做事等等，其實他們就最記得就是我們每年都去探他，這樣讓他覺得是他我們心中是很重要的，他們是寶貴的。寶貴的生命無分國界，原在加拿大的我們是否同民耕团队一样有同样的感动，愿意用爱心去帮助中国农村的贫困学生呢？帮助一个学生不单止让他们的家庭得以减轻压力，亦同时让这些学生有机会有将来。人活在这世上，尽力思想，只想世界心中那爱盛开。当2020年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忽然间全球都跟着一起爆发。在这个时候，人发觉原来这个疫症的威力是冲击得人类这么犀利。原来人类有几多的科技，几先进的武器，几多的财富都不能够即时克服这个小小的病毒。但当病毒来临的时候，人措手不及，所以开始的时期我看到武汉都非常艰难，因为当时很多人患病，根本医院都不够，病床又不够，由国家即刻调动很多的物资和那些的军人等等过来去帮助，那时候 很担心。然后我们在中国其实都有些联系，我们帮着在四川一間教會，叫四川蘆洲的教會，它有一個福音醫院。在這個福音醫院呢，我們一路幫助它，因為它是用一種愛心去幫助窮人的。它很多時候它開刀，如果窮的人它不收錢的，因為醫院都有錢賺，賺了錢做基金幫忙窮人，所以我們 很支持它們的工作。但那時候疫症一來臨，真的醫院的醫療設備完全不夠。咁嗰時期咧，我喺美國咧就有一批嘅醫療嘅工作人員，咁佢都係文化更新嘅人嚟嘅，佢即刻咧想辦法去買一大批嘅口罩啊、醫療物資啊等等，咁寄翻去中國。但係原來美國同中國嘅飛機都斷咗啦，咁佢一係用 DHL 寄就好貴，咁初初係咁嘅，但係跟住咧就叫我咧嗰時我喺美國啊，係買兩大箱口罩翻加拿大，加拿大去香港。然後拎住兩大箱的口罩去到香港，香港寄入中國。當時其實都很擔心，因為初期疫症都很亂，究竟寄不寄到呢？然後當寄到的時候，我知道他收到，醫院收到了，我真的入了房喊了十分鐘，終於我們幫得到那個艱難困苦了，終於我們可以做到的寄到他。由個醫院，由於佢又係教會嘅，所以教會就即刻咧
係攞到好多嘅醫療物資之後咧，有多嘅佢即刻出去街頭幫其他嘅人。教會好有愛心，個牧師影幅相話：我哋即刻去付出愛心啦！當有多嘅醫院攞夠之後，俾其他地方。我自己當時都好感動。但跟住喺香港，我跟住有好多人知道我哋做呢啲嘅事工，有多口罩俾我哋啦嘛。咁咧就除咗俾中國咧，開始諗香港。咁啊，香港咧都有好多艱苦嘅人，街頭嘅露宿者。當時我知道有呢啲工作，於是我就同街頭露宿者嘅吳桂恆弟兄聯絡。咁佢就係專去幫忙嗰啲街頭嘅吸毒嘅啦、邊青啦、嗰啲嘅無家可歸嘅人啦、露宿者啦。咁我就拎住大批嘅口罩送俾佢哋，由我都學習落埋去街嗰度派呢啲飯盒口罩啊俾嗰啲貧困嘅人。哇！原來一去到街頭咧，首先就係去做義工嘅都係基層嘅，可能過去都吸過毒嘅嗰啲人，由佢戒咗毒，因為佢有信仰，咁佢哋就落去幫其他。佢有啲係吸毒嘅，有啲可能係露宿街頭，係冇屋嘅。咁一路派俾佢哋，每一次都話耶穌基督愛你，佢哋會識話喎，耶穌基督愛我㗎，佢都愛你啊咁。咁我開始參與啲工作咧，我自己好大嘅震撼。因為我離開了香港街頭已經三十幾年，以前我是做過戒毒工作的，咁啊，而家我翻翻去啦。咁由我開始認識一些人，又有一個叫傳秘教會，就喺鴨寮街。鴨寮街是深水埗比較垃圾的地區嚇，喺邊界嗰度佢有一間教會仔。原來佢有一個姑娘叫羅姑娘，呢、這個羅霞姑娘咧，佢話佢自己係吸毒咗咧，係十幾年嘅佢。16年吸毒啊！16年吸毒咧，佢拋棄咗家人13年，咁然後咧，佢經常出入監獄，毒癮好深嘅。雖然佢都拜好多神啊，咁但係佢自己個心係只有恨係冇愛嘅。佢係我係好自私嘅，我係一個咧苦毒嘅鬼詐嘅人。但係佢好痛苦，搣唔甩個毒癮啊！後來佢自殺3次都唔死得，真係好奇妙。佢試下跳樓都唔死啊！因為佢揾條繩箍住條頸跳樓，點知啱啱落到地嗰陣時，嗰條繩啱啱箍得到咧，佢就冇跌死，咁又冇吊死，好奇妙！佢好似啊，係咪個天想佢唔好死住咧咁？咁後來佢喺監獄，佢遇到一啲人講耶穌，咁佢又向耶穌基督祈禱，佢話：如果你真係得嘅，等我冇咗毒癮啦。但好奇怪。當放監的時期，人哋即刻黑社會人接佢嘅，俾毒佢咧，佢竟然唔再吸毒。佢其實一個係女殺手嚟嘅，好犀利嘅女打手，一個女仔打3個男人都得嘅，打到手都跛。但係佢突然間耶穌基督喺佢裏面出現，佢嘅生命就改變咗。然之後咧，去到教會，當然唔容易適應教會。咁佢好想講嘢，就教會人唔好咁快趕住咁樣嚇。咁佢好嬲，佢你又睇唔起我啫，咁就走。走嗰陣時，一個女傳道追出去攬住佢，喊話：對唔住，對唔住，我唔係睇唔起你，我哋好愛你。咁佢即刻又喊佢天父爸爸，我唔應該咁發脾氣。於是佢就俾上帝嘅愛感動咗。咁後來佢就投身咧去幫翻好多吸毒嘅人。而且花翻10多年咧，同佢嘅家人和好翻。啊，原來一啲嘅愛，一啲嘅擁抱，世界會美麗咗。我記得我以前，當我仲係20多歲嗰陣時，我嘅女朋友咧，即係而家太太咧，當時喺一個兒童院嗰度工作。嗰、那個兒童院就係嗰啲即係父母可能坐監啊等等嘅問題咧。就將啲手骨擺喺政府嘅兒童院嗰度，有啲係孤兒，有好多孤兒、街頭棄嬰啊等等。咁每逢我去探女朋友咧，嗰啲手骨會走出嚟，我就抱佢哋，一抱佢哋個個都要我抱，特別有一個肥女仔，肥肥地嘅，一見到我就一定啊抱起佢，佢好開心，周圍望佢喺度，佢嚇好高啊，好高啊，好好，因為佢冇人抱過，但放翻低佢喊啊。咁佢幾次抱佢之後咧？他就問那些姑娘，他說這個是不是我爸爸，因為他們希望有爸爸收養他。
咁但係我唔係佢爸爸。咁後來我即係太太都離開呢個工作啦，咁冇機會再見呢啲細路仔。但係我好記得我抱佢嗰陣時，佢話呢個係咪爸爸？佢希望有人愛佢，有愛係咁寶貴。當我到街頭對住嗰啲露宿嘅、貧苦嘅、艱難嘅、俾人睇唔起嘅人嘅時候，我好感動，就係有啲人全職去工作，有一個叫柳振平牧師，係溫文爾雅嘅一個人。我以前認識佢，我仲係廿幾歲喺大學嗰陣時，佢已經係一個報道者，佢咧就埋嚟喺向我傳福音，我已經信咗耶穌，咁佢又講屬靈嘅，有另一本書仔同我講。溫文爾雅呢個牧師到而家八十幾歲啦。他竟然回到街頭，他住公屋的這個牧師，他沒什麼錢，他那些養老金全部捐出來幫街頭工作。當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還是以前的溫文爾雅，但已經老了，他是開始彎起腰來了，這個彎起腰的老牧師呢，但我覺得有一樣，就是他笑起來呢，他很單純，他笑得很純潔。唉，我呢啲咧就係生命啊！如果人真係有咁樣嘅單純嘅美善嘅愛嘅生命咧，世界會好唔同。其實當我經歷到呢種天地嘅愛，其實我以前都曾經有一段時間認為世間只有恨係冇愛，但係當我經歷過呢個愛，後來當我長大，我就得到呼召要入去中國。我哋以仁愛入去中國咧，默默嘅做咗26年。呢十六年，我係因為沉思到喺中國沉思，就係中國係一個經歷好多苦難嘅國家。我熟讀近代歷史、古代歷史、中國文化，我都熟讀。佢近代受欺凌百幾年，又自己內鬥又幾十年，其實搞到民窮財盡係非常艱苦又非常受傷嘅民族。如果你去，話佢好多人唔啱咧，唔會幫到佢，只有愛先可以去幫助佢嘅啫。你會話俾佢聽，我愛你。我哋唔係外國翻嚟高高在上啊！我哋有知識，我哋有財富，幫你唔係。我哋嚟即係你個仆人，我哋嚟愛你。所以我哋最先喺大學講學，我將仁愛思想同啲大學生去分享。呢啲係中國文化教育我嘅，然之後我又親身經歷宇宙嘅。來自上帝的愛，我將這種愛行出來讓他看到，他才知道愛是真的。由大學講學，後來我見到農村很多艱苦的人，於是我們就開始這個農村的工作。在農村的工作裡面，我都入了農村有21年。在這21年裡面，我們學習的就是去到最貧窮的地方，見到很多哭泣的貧困的孩子，我哋係去抱一抱佢，好多叔叔阿姨去擁抱下佢，因為佢父母都出咗去外面工作，已經唔喺佢身邊愛錫佢哋。叔叔阿姨嘅抱抱，佢哋就會喊，佢哋就會好感受到一種美麗嘅生命。就好似我喺嗰個柳振平嗰個老牧師嗰度，我感受到一種美麗的單純的生命。我就用這種單純、這種美善，我們 在廣西、在雲南、在四川，我們幫助了都20000多人次的學生。我收到學生給我一封信，在橫江的小學他一個同學，他說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很貧困的家庭，5歲媽媽就因車禍而離開了，爸爸出外打工收入不多，爺爺奶奶為了有些的少少錢幫我學習，一早就起身去農田那裡耕活，結果呢很累，累到腰酸背痛，但是家裡的生活還是很艱難。他說這個時候呢，你們伸出援助的手，他說我就好像一棵小樹快要倒下，你們將我扶起來，你對我的幫助可謂是雪中送炭，是滴水之恩，是當湧泉相報的，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們。我要好好學習長大，我盡我能力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因為我們跟他說，我們做的一切是無條件的，你不需要報答我們的。
只要你懂得爱其他人，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因为只要这个中国经过这么多艰难痛苦，人与人之间有爱，有宽恕，这个世界呢，整个中国呢就会好很多。那些的贫穷落后，那些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可以改变。当我们落到农村，去去年、我们去到农村，当时我们见到一个家庭，原来他的姐姐、即是我们探那个弟弟，那个姐姐回来煮东西给我们吃。大家讲起来，他父母都不在身边，爸爸出去工作，妈妈本来在屋企，但扮了重病，差不多死。一讲两子弟即刻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我们想办法去帮他。咁我哋出去医院探佢妈妈，啊，嗰时个家姐决定唔读书啦，要出去打工养家，好艰难啊！啊，佢仲争一年就毕业噶啦，啊，咁我哋资助紧个细佬，但系家姐已经要放弃。但我出去见到佢妈妈好瘦削，面色好差，咁我哋想尽办法，我哋即刻喺架车仔度嘅巴士仔咧，小巴仔，我哋自己一人揞啲钱出嚟，揞咗3000元吓，去捐俾佢家庭。俾咗佢嘅醫藥費，因為喺醫院係好貴嚇。咁然後我哋勸嗰個姐姐，你唔好放棄學習，繼續讀書會讓你一生有前途啊！捱咗一年，嗱呢一年可能好艱苦，但係你捱咗之後，你出嚟揾工，你畢業啦，起碼中專畢業啊，即係專科嘅中學出嚟，係可以揾有工做。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嘅，我哋宇宙系有美善嘅真理嘅。如果你哋努力去做，系会体会到美善，而且用爱去服侍其他人。终于呢个家姐同意咧，咁我下个礼拜翻去读书啦。我以后我同个校长讲，等个校长喺身边，就系话啊，我哋供埋家姐啦。咁即系我哋就系遇到一啲咁样嘅事情，一个一个。在贫困中艰苦的人，我们想去爱他们，让他知道世间有爱，然后又去爱其他人。我们又收到另一封信，一个叫何妹妹的女仔写信给我们中学生、高中生。她说住偏远的小山村，爸爸妈妈出去工作，一年只见得一次面。姐姐读大学，弟弟读小学。一年開支好大啊！讀大學個姐姐梗係貴啦。佢睇住爸爸媽媽忙碌嘅身影，我好心酸，但我無能為力。你哋嘅資助嚟到好似雪中送炭，能夠幫助爸爸媽媽解除肩頭上嘅負擔。你哋嘅資助帶俾我唔止係金錢同埋感動，同埋有正能量。佢讓我感受到原來仲有其他人喺度關心我啊！原來仲有其他人喺度關心我。佢話：我成日諗，如果第日我有錢，我有能力，一定好似你哋咁樣，我學你哋咁樣，將愛傳開去，使到呢個世界多翻啲愛，使到呢個世界、呢個國家有更多嘅愛。哎呀，睇到呢封信我好開心，我真係好希望中國用愛嚟建立，唔係用自私嚟建立。當佢富足嘅時候，唔係靠自私，有人民有愛咧，呢個國家就會好美好。所以我用愛去幫助中國，而我哋嗰啲以前畢咗業嘅學生，佢哋之後出嚟，佢哋捐翻錢俾我哋啊！佢哋都總共捐有一個女仔，佢出嚟打工之後，佢都捐咗等於600元加持，即係幾千蚊啊！佢人工唔係好高嘅，但係佢都捐翻幾千蚊俾我哋，因為佢都想將呢種嘅美好帶翻俾佢後一代嘅人。慢啲，我哋一家都去幫助。好多嘅，我哋嘅董事，我哋嘅同工，一團人，每年都去探呢啲嘅細路哥，睇住佢長大，到後來有啲成為好有成就嘅人，有啲做一啲大公司嘅行政人員，有啲係做銀行行長，有啲咧係做醫生嚇，而且係一個嘅兒科嘅主任，一個個唔同，一個個有前途，由我哋。一到個團隊一齊付出，另外嚇、後來我女女都去埋，係佢帶動一啲年青人去教英文。我哋學習就係做個仆人，我哋去中國唔係做高高在上外國翻嚟點樣犀利，我哋係一個仆人咧，
用愛去醫治一個經過受傷很深的民族。我們只希望我們做的每一件事留下美好在這個人間。然後這個福音醫院，當我們幫到這麼上下之後，中國搞定了，他又出到口罩到加拿大、美國不夠口罩，當時我們又在中國呢買大批口罩回到加拿大，跟著我們的事工又去幫了一些原住民加拿大，因為原住民沒什麼口罩、醫療設備很不夠，於是我又可以回流回過來這邊，這邊都有很多需要的人。其實世間很多艱難困苦，我們去到哪裡都是留下一些祝福給他們的。好像在福音醫院，我都探到一個女女，她是讀醫的一個女仔，她爸爸呢是跟她相依為命，因為媽媽在她兩歲就走了路，爸爸很辛苦工作養大她，因為她讀書很厲害，拿很多獎學金去讀大學，但爸爸有了癌症。但是幸好她入福音醫院，這個福音醫院就知道她很窮，就不收她錢幫她做手術。咁我就去探呢個爸爸為佢祈禱，呢個爸爸咧亦接受咗基督啊！咁因為個福音醫院隔離就係教會，佢就喺教會受洗。而我去探佢個女啊，其實為爸爸所受嘅艱苦係喺度喊嘅嚇。咁佢哋見佢見爸爸垂危，都係好悲苦。咁但係，我可以做的这个不是钱，只是为他祈祷的，让他知道我们来自远方，我们不认识，但我们可以爱你。不认识的人彼此相爱，世间就不会有那么多冲突，不会有无端端的暴动，仇恨会产生暴乱的，煽动仇恨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无端端的暴力冲突。推动爱呢，才能够使这个世间有和平。天上来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对他人有祝福，有爱心，让我们全心全意，让我们的生命以爱来改变世界，不是用恨来审判世界。审判是仇恨的，爱呢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心中国的学生，我们立即很有感动写下这首歌，我们希望藉着这首歌给我们认识的学生们一点的鼓励。现在谁都会怕，害怕沉重代价，慌忙的心感受到了，我们谁在远方应有一样文化，爱你的心从不虚假。外面正慌乱时期，内心替你无比焦急。心也都一样。
对他人苦难的不忍，内心有恻隐之心，见到他人受苦的时候去帮助他人，进入他人受苦世界与其同甘共苦。虽然我们不能够常常同远方的中国学生同在，但我们的心已经连系在一起，爱已经在我们中间运行。就好似啱啱呢首歌嘅歌名一样，爱在远方。文庚二十几年嚟，一直就系以呢种心态去服侍中国嘅贫困学生同埋家庭。所以我哋好希望透过今次嘅活动，俾大家知道，虽然我哋身在远方，但系同样可以为有需要嘅人出一分力。就系每一位呢少少嘅力量，足以改变好多人面对紧嘅困境，甚至改变佢哋嘅将来。睇紧首播嘅大家，如果希望支持文庚嘅事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我们的办公室604-435-5486 604-435-5486 那里捐款。而无论你是不是在看首播都好，同样可以去到影片说明的 description 那里的连结，到我们文庚的网页捐款。以下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有关于温哥华本地事工和英语年轻人事工的影片，大家可以继续细心欣赏。 Hello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拓展经理 Esther Leung。 我在文庚服侍了有13年，我现在主要的是负责去 outreach 北美的年轻人和不同的团体，包括有弱势社群、不同的机构和教会。在本地的工作，我们文庚由2016年开始资助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叫做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当中文庚有 sponsor 他们的免费补习课程给低收入学生，包括有原住民和新移民。亦都因为这个 partnership 的关系，我们同时能够关心这些学生家庭的其他需要。我们另外一个 outreach 本地年轻人的项目就是 Project Shine。 我们每一年会在夏天带一班北美的年轻人去中国广西的贫困县山区教英文。这个项目由2008年开始，不知不觉都已经有12年了。今年因为有 COVID-19 的疫情，我们都要取消 Project Shine 去中国广西的旅程。当时我和我的同工 Deacon 都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去关心过往参与 Project Shine 的队员，因为我们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时刻都觉得彷徨，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联络和邀请他们参与我们一连串的 reunion， 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鼓励。所以由4月开始，我们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 online 的 reunion。 在这些 reunion 的里面，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有感动。当年轻人分享他们自己的近况，我们都看到他们长大成人，看到他们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去跟当年在广西教过的学生保持联络，希望他们可以在疫情里面互相的关心。我们也同时会问他们每一位，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哋有啲乜嘢可以为佢哋祷告同埋纪念咧？咁佢哋都好乐意嘅分享。咁另外，啱啱喺8月10号到14号嘅时候，加拿大民间嘅 Project Shine 都组织咗一个义工团队喺温哥华本地开展咗一个俾低收入家庭免费嘅网上儿童夏令营，叫做 Born to Shine Summer Day Camp， 天生有型儿童夏令营。当中参与嘅小朋友来自唔同嘅背景，包括有原住民、新移民同埋难民。咁喺日营嘅之前，我哋都会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盒夏令营嘅材料，让佢哋可以安全嘅喺屋企参加呢个活动。我哋好感恩，有差唔多30个小朋友参与，同埋我哋都招募咗有11个义工帮忙。好高兴见到小朋友可以学习到一啲好 positive 嘅 theme， 同埋让佢哋学到一啲圣经嘅金句。我哋希望呢个 camp 可以喺疫情里边能够为呢啲低收入家庭嘅父母提供一个小小嘅 break， 亦都同时让佢哋嘅孩子学习到一啲有意义嘅嘢。喺呢一度再一次向大家多谢你哋对民间嘅支持。在疫情里面祝福大家有平安和健康的生活。跟住落嚟，我哋会播放一段嘅短片俾大家欣赏，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多啲我哋 Project Shine 带北美嘅年轻人去广西山区同埋当地学生嘅交流活动。而家咧喺温哥华国际机场，咁啊今次呢一个嘅旅程咧就唔系平时普通嘅旅行咁简单嘅，系一个去中国农村教英文嘅旅程。过去几年 ，Project Shine 都是先飞广西的首都南宁，所有的队员都在那里先集训。由于队员们大多数都是没有教学经验，所以都需要学习怎样当老师，怎样教导一班大概20人的中学生。我们在南宁两日之后就会出发，坐大概4个钟头的巴士，去到2019年的目的地环江县。好，今日咧终于嚟到呢一个今次嘅目的地环江啦。咁啊，而家佢就啱啱翻到酒店啦，坐咗差唔多4个几钟头嘅车。咁而家喺酒店呢一度咧，大家见到呢个环境咧，就咁睇系应该 OK 嘅。咁但系地下你望下地下咧，都系见到有一啲烟头整成嘅黑色嘅地方啦。咁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嚟到呢度今次咧，最主要嘅目的係教英文啊嘛。本身我哋成個團隊大家都唔係對呢一個住嘅環境真係有好大嘅要求，因為我哋都係抱住一個熱心嚟到呢一度教一啲中學生嘅英文啦。咁所以而家啱啱嚟到呢度休息一下，咁一陣間就再去食晚飯。聽日咧就會正式開始呢一個嘅 Project Shine 教英文嘅活動啦。I would only be here for 2 weeks. What could possibly happen 2 weeks where they would trust and open up to me? But then on even the third day, I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m start coming to me, asking me questions about my personal life or asking me for advice, eating with me during lunch and sharing umbrellas. So that was just really touching.這裡呢度咧就係環江高中啦，咁啊帶大家周圍睇下啦。而家行緊去呢度咧，就係呢一個嘅上堂嘅地方嚟嘅，咁就主要喺2楼同埋3楼啦，咁總共有8班嘅，咁就呢度係學校嘅環境啦。咁就其實今日咧就28度就 OK 熱啦，唔算非常之熱，都未去到30度，所以都仲 OK 嘅。The most rewarding experience I think was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on the team and all the students, because I got to learn about likedifferent people an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Checked out their dorms that they live, that the students live here, and quite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Compared to how we live in North America, it's
definitely very different, very unsanitary. There's like 8 students live cramped in one small room, and they share everything. Yeah, it just makes you very like, grateful for the blessings that we have at home.最希望就係可以俾佢哋聽多啲、講多啲，咁甚至乎可能佢哋本身唔係咁中意英文嘅，都透過我哋嘅方式啦，可以令到佢哋對於英文嗰個興趣可以大啲咯。咁但係點解要英文個興趣要大啲咧？想佢哋，因為英文普遍都唔係咁叻嘅人喺呢個社會上面，咁所以如果佢哋對於英文有興趣，佢哋可以成績好啲，咁將來佢哋出到嚟社會嗰個嘅機會亦都會大啲，咁多啲機會啦，咁佢哋對於喺農村呢度脫貧啊，或者佢哋將來佢屋企人啊嘅生活都會過得好啲咯。We were too shy to show ourselves at first, but after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e weren't afraid of losing this animal. I have a student in my class.Who has told me in our one-on-one conversation that his father passed away 5 years ago, and so he feels really empty on the inside. But now that he's come to Project Shine, he has a smile on his face every day. So I love to see that smile every day that he walks into the classroom. He says, "Hello, I'm ready for class."Convey our endless love and thank to you, for you have done so much for us in these days. All of the members that want to give unconditionally, that shows me the heart.It's a true kindness that really touched me. I don't believe in religious until now. And I see what God can do in our lives. I think it's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for me.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经验，还以建立我们的学习态度。 Project Shine 就是希望以种种的行动照亮我们所接触到的生命。记住我们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ici. I'm from Rongshui, Guangxi Province. 6 years ago, with my friends, I took part in Project Shine. And now, I'm majoring in law in NAU, which i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This is a song jointly created by both China and Canada. It represents courage, hope, and friendship.Which I learned from Project Shine, and I hope you guys like it. This is how we love, 像天上星星，永远照亮每个生命。This is how we shine, 我们一起走。手牵手把爱分享出去Love and Shine
处就有你的 love and shine， 我们的笑容永远灿烂，迎接每个风浪 love and shine， 我们快乐的泉源，愿意付出就有力量 love and shine。刚刚这首 Love and Shine 的歌曲绝对是破天荒的家中合作，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我们才有这种特别的表演给大家欣赏到的，也才可以用这种动画的方式来跟大家在这里讲话，同埋今次先至能够喺呢个 CRRS Media 呢个频道以呢个首播嘅方式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工作同埋意象，呢啲都系前所未有嘅。亦都因为喺呢一种非常嘅环境啦，让我哋更加有创意，让我哋更加懂得珍惜身边嘅人，更加学会爱先至系最重要嘅。唔单止系爱我哋身边嘅人，更加系去爱一啲我哋从来都冇谂过要去爱嘅人，去学习不同嘅文化。去更新我们自己，以不同文化去更新一个社区、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这些就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希望做到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理念，以行动支持我们的事工。除了捐款之外，希望大家能够可以 subscribe 我们 CRRS Media 这个 YouTube 频道， like 我们的文更 Facebook page 以示支持。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看这次的活动，希望明年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再见。拜拜。